好，我是任荣轩。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任爸。我们都是喝柯林奶粉长大的哦。我们掌声鼓励一下，真的非常欢迎两位。那当然呢，接下来我们马上呢要进行。以上的人呢，要追求自己的梦想。我自己的梦想就是能够骑自行车，骑重机环岛一周。哦哟，欣赏这个台湾的美丽。哇，真的是，我们可以看到人爸，真的，我觉得第二人生梦想屋这个概念非常的棒，因为追求梦想其实不只是年轻人的专利，更是50岁以上的朋友们更可以去追求的。像我看到爸爸，他就是50岁开始退休之后，他的生活比上班的时候还要精彩，还要丰富，我就觉得这样很棒，所以鼓励说年轻人可以鼓励他们家里面的亲朋好友一起出来勇敢追求梦想。是的，可以看，就是希望能够骑自行车或骑重机环岛一周。非常感恩，希望有这个机会，感恩。好，接下来我们请来荣轩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好，我觉得我的梦想同时也是我爸爸的梦想，所以我更希望可以陪伴我爸爸完成他的梦想。哦、oh, bravo bravo， 谢谢，谢谢，真的是幸福。